这是360度的旋转挂架，你想要挂什么都可以，这样挂着。然后呢，你想要放那个衣服啊，什么都可以，就小东西都行。你要挂包包啊，挂什么都很 OK， 你想要怎么挂都可以怎么挂，我觉得很赞，它都是非常的好用，超级好用。然后它是旋转的，所以呢，它不太占空间，怎么挂都可以怎么挂，然后它都是可以旋转的。你可以这边挂，这边挂，然后这边挂都可以，它可以再转方向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挂包包啊，或是你要挂一些围巾啊，什么可以挂，都行，可以再换个方向可以再挂。然后它挂袋子或是手机袋都是可以的，非常的好用。我觉得它很赞的是，它是圆弧的设计，所以它比较不会留那种挂痕。因为我最怕就是有些包包它可能是皮的或什么的，它容易有这个痕迹，但它不会有折痕，不担心。然后呢，它是可以转360度，你要去拿取完都是非常好拿的。这边是宽3公分，所以它是非常好挂东西，不用担心会掉。有些包包是像这种宽版的，就可以很好的挂上去。然后它这个挂钩是像我们的晒衣架一样的这种挂钩，所以你可以挂在你的衣橱里面都是非常可以的。然后它蛮省空间的。